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的受记品第六，受记品第六经文在第146页，第146页就是受记品。受记啊，就是这是为中根人说法啊，中根在比喻说一咒里得到佛法的受用了，了解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用意啊，而这个在比喻品里了解佛法。那么现在经过信解品叙述他的信解，然后到了药草玉瓶啊，佛为他们说成啊，就是赞叹他们所说的自己的灵觉没有错，是对的，同时啊也加以补充他所没有领悟到的地方啊，所以用这个药草下雨大地的生长来做比方啊，来补充他的这个中国人的灵觉啊。那么经过药草玉瓶的速成之后，现在知道中国人对于佛出现世间啊这个说法法经的意思已经明白，那么他们相信自己啊决定能够成佛，但是成佛的情况他自己没有办法体悟了解，那么因此佛就为他们受记，因此有这个受记品啊。那么就像这个为上根人说法啊，在方便品之后比喻品之前佛为舍利佛受记的用意是相同的那么现在啊为这个中根人受记，因为文字比较多，所以另外分为一品啊，叫做受记品啊。受记两个字印度话翻音啊叫做活切罗，或者是活切罗诺，活切罗翻成中国话就是受记。这个受手字旁的这个字啊就是手，传手给他那么对佛这边说把这个成佛之机啊传手给弟子，所以这个手越佛讲祭是祭别祭祀这是对弟子方面这边讲他由佛替他祭别将来要怎么子修因，怎么样子正果，成佛之后国土佛号度众的情况，那么这些事一一替他事先说明祭别，所以叫做受记那么受记旧义啊也翻作受结，受结决定的结就是跟他说你决定成佛了所以叫做于受结。科判就叫做于受结为他们弟子们得领悟之后为他受这个决定之祭，将来成佛的决定之祭，所以叫做于受结。在我们这部法华经里呀受记有通记有别记。什么叫做通记呢？通途的受记，那就是像后边所说的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常不清菩萨他看到佛的四众弟子一一都替他受记，
啊，我不敢轻易炉灯，炉灯皆能助佛，这是通记啊。那么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必定成佛，这个叫做通机，没有结，没有果啊，没有修因正果的详细说明，说哎，你有佛性，你将来成佛，这个叫做通机。三周说法，每一周到了后边都有受记啊，这叫做别记，别个别，每一位有他特殊成佛的情况为他受记，这个叫做别记。所以受记呀、啊、有通记有别记啊。那么现在这个受记品啊就是别记啊。还有月三因佛性论受记啊，佛我们众生有佛性，但是月这个理性来说呀，有三种因，三种做将来成佛之因，叫做三因佛性，就是正因、了因、缘因，因缘的缘啊。正因佛性啊，就是真正成佛之因，就是本来有的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就是刚才说的常不清菩萨所受记的，你们将来都要成佛，就是这是属正因记，正因佛性记啊，你们都有佛性，将来成佛，这是人人都有这个正因，但是正因必定要有了因、缘因，了啊就是此觉有智慧。慢慢体悟到修行的法门，有解有行啊，这是了因的开始。缘是帮助助缘，缘因啊，没有缘因啊，正因没有办法发出作用来，了因也不会升起。所以月三因论，像常不清菩萨的受记，那是受正因记啊。还有后边的法师品，法师品说明十种供养，那也是正因句啊。那么现在这个三周说法后边的别记啊，就是了因记，了因啊，别记是属于了因，那么就是了是明白了，你开发智慧，有修有证。将来成佛的情况修因正果自己了了明白，嗯，这种的受记就叫做了因记。缘因就是帮助啊，是助缘啊。那么说明这个修行方法，说你这样子啊下功夫将来能够成佛啊，那么这是属于缘因呢、啊、例如法师品里面所说的修行怎么是供养啊、嗯，那么乃至详细说明这个十种供养之类，那么如果越他的助缘方面讲，那是属于缘因啊，就是缘因的受记。所以到了法师品啊，不但是三周说法三根都得受记，那么乃至一切众生凡是依法修学的啊，读过法华经的佛通通都替他受记，那就是属于缘因记啊、嗯。那么这是月三因论受记，同时也有果人受记与因人受记。果人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受记，无论通记别记，那是果记。果人为我们人因人呢说受记啊，即将来成佛的情况。因人受记就像常不清菩萨在因地的时候还是行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就替大家受记，说你们成佛，这就是因人替受记啊。那么这就是说啊，果人佛为通别众啊，通别二记啊。那么因人只受通记，他没有这个力量受别记啊。同时还有贤记，
弦是弦远了，弦弦弦字下面一个心字，那个弦啊，弦远的弦呢，还没有到就先替他受记，这个叫做弦记。后边的化成玉瓶，化成玉瓶为未来弟子受记，那叫做弦记啊。玄元四仙就替他做受记了，这个叫做玄记啊。那么受记的意义如果要详细说呀，文具会议里面还有好多道理，我们现在简单就是把这个受记瓶的名目啊就说到这里。简单说，受曰教讲，佛的教化啊，知道弟子已经得到真实受用，为他受将来成佛记啊。记越根基讲，越弟子讲啊。那么因为闻法以后得到佛的受记，相信自己将来决定成佛，那么这是叫做根基所得到的就是记次啊。而现在这里呀，上根中根得到受记呀，在大圣菩萨道里面都是已经到了初住位，原初住都到了初住啊。所以经过法华会上的得记之后啊，通通都是菩萨啊，应当是不用声闻的名字了。但是呢，因为四十几年来啊，大家已经习惯称舍利佛为尊者，目犍连为尊者，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还保留他这个声闻的阶位的名称。实际上经过法华经的受记之后啊，这些佛的大弟子们通通都是菩萨啊。所以到了后边为富罗罗受记的下根记之后啊，所以说这个内壁菩萨行，外现声闻身啊，那么就是显示他们都是外表是声闻了，实际上他们都是初住菩萨了。平审类，凡是讲受记的都收归这一类，所以叫做受记平。二十八平经当中，现在这里是第六平，所以叫做受记平第六。下面有个小字，中根得句，就是欲说一周到这里为止啊，就是中等根性的众生啊，得到受记，那么中根的说法就是到了受记完了，就是告一段落。下面按照经文解释，就是科判里面欲说一周啊，有四端啊，正比说是第一啊，信解啊，领悟信解是第二，如来速成是第三，现在欲数劫是第四，几字下第四欲数劫正为他们受记啊。那么受记有两段文，第一，正受中根记，正为中根人受记；第二，许为下根俗世说，这是在最后的句中啊。允许要为下根人说过去，俗就是过去，过去是结缘的经过情况，有在化成玉瓶，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佛为十六王子之一啊，为十六沙弥之一啊，菩萨沙弥。那么那个时候种下善根，就是我们这些末法众生，也许在里面也有一部分呢。那么那是到了最后答应为下根人说这个过去种善根的因缘，所以叫做许为下根俗世说，那是最后的句颂。大概有两首颂啊，就在这个受记品的最后，所以属于受记品的范围之内啊。现在讲正受中根记有两段，第一，受大家舍记啊；第二，受三人记。三人呢，就是须菩提、迦赞元、目犍连，中根都啊。由这四位尊者做代表，当然不止他们四个人，有很多啊。以他们四位做代表，这里先为大迦舍受记。大迦舍得记之后啊，
还三位尊者，须菩提、迦赞园、目犍连，他们也希望佛能替他受记，请记之后，佛为他们三人受记，所以叫做受三人具。现在先讲受大迦摄记，有长文，有句诵。长文里面有六段，第一，行音，说明大迦摄从今天开始，他行菩萨道的修因，然后说得果。看着经文，尔时世尊说是句疑，这是总结前文，就是药草玉瓶的这个句诵啊。说到最后，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这个句诵说完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文字的升起呢？因为前面说，你等所行的就是菩萨道，从此之后渐渐一步一步向菩萨道迈进，自利利他，上求下化，渐渐修学，你们将来都能成佛，悉当成佛。前面句诵说过这个话，所以现在承接上文说，世尊释迦牟尼佛说了前面的句诵完毕之后，既然是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吗？所以现在就为他们受记，受将来成佛之机了，告诸大众，对当时灵山会上的大众啊，公开宣布说下面的话，那叫做唱如是言。唱是大声宣告，使大家听得清楚明白，你不要把这个唱字看作唱歌呀，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法华经受记的时候还用唱的啊，有没有敲敲打打呀？没有的啊，这个所谓唱啊，就是大声的公开宣布，让大家明白啊。我们平常看到这个唱字都认为是唱歌啊，往往会发生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啊。佛不是在唱歌，他没有用唱啊，只是说明很清楚的公开宣布，说明那就叫做唱啊。如是指下文言，说出下面的话，以下的话就是佛说的啦。前面这几个字啊，都是结集经的人呢、为了要衔接下文啊，承接上文，承上启下而加以这个补上去的啊。我此弟子摩诃迦摄，以未来师当得奉敬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广宣诸佛无量大法。这是行因，修行的修因啊。那么摩诃迦摄从今天听过法华经之后，就开始行菩萨道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此灵山会上当时在面前的这个上首弟子啊，这个弟子叫做什么名字啊？摩诃迦摄，迦摄是他的姓啊，姓迦摄，印度的啊这个婆罗门种的姓的一种啊，姓迦摄，翻成中国话叫做龟氏。摩诃迦摄就是大龟氏，龟啊，海龟、乌龟的龟呀、据说他的老祖宗祖先呢、在修道的时候啊，灵龟附土啊，有这种感应，所以从此他的这个氏族啊，就是以大龟氏为姓，叫做龟氏迦摄姓啊。迦摩诃就是大，摩诃就是大，为什么称摩诃迦摄呀？因为在佛弟子当中啊，另外还有好多姓迦摄的弟子，最有名的就是三迦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第二年所度的三迦摄啊，油罗频率迦摄、切耶迦摄、那提迦摄，
这在视频开头就讲过了。因为还有其他很多信迦摄的弟子，那么鉴别不是其他的迦摄，所以加个大，是大弟子当中的大迦摄，所以叫做摩诃迦摄。摩诃迦摄也翻作大眼光，因为他过去修因的时候啊，曾有一次啊，用紫金很殊胜的金啊来贴佛的像啊跟佛塔，由此他生生世世光明很殊胜啊，所以称为大眼光。其他的光明如果他的光放出来啊，都会被他隐蔽了，其他的光都显不出来了。除掉佛大菩萨之光之外，那么就是摩诃迦摄的光最殊胜了啊，所以叫做大眼光。那么佛为大觉是最先受记，在中根当中第一位受记，用意就是舍利佛虽然是上首第一的弟子啊，但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涅槃之前，舍利佛就先入涅槃了。舍利佛没有继承佛的家业，在当生没有继承佛的家业，因为他听到佛要入涅槃了，舍利佛就先入涅槃了，他不想看到佛涅槃，所以他就先入涅槃。因为他是阿罗汉，来去自由，想走就走，所以佛入灭的时候，舍利佛已经先走了。那么因此佛要入灭之前呢，要涅槃之前，把法传给摩诃迦摄，那么成为印度的佛教的第一代祖师啊。那么因此将来他是继承佛法的人呢，所以先给他受记。舍利佛之后就是摩诃迦摄最先得记。那么摩诃迦摄将来要成佛，必定要修因啊，他要怎么样修才能成佛呀？以未来世，就从当天开始啊，一直进未来际啊，应当他能够奉敬，敬是亲近的意思呢，本来这个景是看到了啊，字是看到的意思，现在奉景啊就是亲近啊，奉是亲近于佛。他以后要亲近多少佛，要修多久才能成佛呀？300万亿诸佛世尊，从这次灵山会上得记算起，一直到将来成佛，成佛之前呢，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亲近过300万亿佛啊，看起来成佛并不容易的啊，要亲近300万亿，但这个300万亿不晓得是多久才一尊啊。如果像我们娑婆世界现在是显解千佛，一个大街也只有1000尊佛出现时间啊，那么300万亿，你想想要多少时间了啊。可见大迦摄虽然是阿罗汉，现在受记已经是初住菩萨，从初住到成佛还要供养300万亿佛啊。那么如果越横论空间，越空间来说，一生就到十方世界去亲近佛，亲近一尊就算一位。假如这一生能够亲近100万亿的话，那么三生就够了哈、哦，那就比较快。如果越横论呢、啊，那就比较快；如果越数论、越时间讲，那就慢了啊。像现在贤劫嘛，一个贤劫一个大劫，啊，也不过是1000尊佛出现时间，那300万亿要多久啊？啊。实际上说久也不久啊，因为一念普贯无量劫啊，无量劫不出一念，一念就是无量劫，念劫圆融啊，所以这个久与不久啊并不是固定的，就是看他的修行功夫。总之福慧满足就成佛，必定要修到福德智慧都究竟圆满，两足尊不会有一点点缺少，那就成佛。那么他亲近佛的时候怎么做啊？
供养佛，恭敬于佛，对佛的尊重加以赞叹，这都说明啊，对300万亿佛，每一尊佛都是这样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供养不但是香花灯国的供养的四项供养而已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法供养啊、胜过财供养多多了啊。什么是法供养啊？发菩提心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啊、乃至带众生苦供养，行菩萨道，自利利他，这都是供养佛，并不一定啊只拿这个香花灯果算供养。所以这个供养里面就是包含修行呐、包含修行啊、供养就是修行，如说修行供养，按照佛所说的修行方法好好的去修行，那就叫做供养。那么修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恭敬心，至诚恭敬啊、没有恭敬心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要有恭敬心啊、尊重啊、这对佛的尊重这不用说了啊、赞叹就是以种种的具诵啊赞叹佛的功德，例如天上天下无如佛等啊、这都是赞叹佛。亲近佛就学修学佛法了，懂得佛法度众生的第一步啊就是说法，说法啊、这广宣诸佛无量大法，广详细，宣就是说，详细宣说诸佛就是300万亿佛，每一尊佛的法所说的无量无边的大法，大圣菩萨道的法，都要加以说给众生明白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有讲经说法。经过300万亿佛的供养亲近，如说是如法修行，那么福足慧足之后啊，下面就是得果了。第二得果，于最后生得成为佛，名曰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挑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佛的十种通号。十种通号在前面续名就讲过了，现在不必再讲啊。将来大家是成佛的别号啊，佛的名字叫做光明佛，光明如来啊。他为什么叫做光明如来呀？他因地呀，就是以紫金光、紫金来贴佛的像、贴佛塔，由此感到生生世世有光明啊。所以这以果地啊跟因地的修因相符啊，最初的修因是以紫金来供养佛、供养佛塔，所以成佛就叫做光明如来，那光明很殊胜。这是德国将来成佛了啊。结果名是第三，说明他将来成佛时间有多久，度化众生的国土叫做名啊，什么名字？国名光德，结名大庄严啊，这两句就是结国名。将来大家是成佛了，他的国土名字叫做光德，就光德国那个地方成佛。那么他成佛的时候的时间也有名号啊，结名大庄严，例如现在是贤劫啊、将来大家是成佛的劫叫做大庄严劫啊、这是结国名。第三，第四说寿命啊、成佛以后他的寿命多久，住世多久啊、正法相法住多久。佛寿12小劫，这是寿命啊、第四寿命。将来大家是成佛了，住世间成佛住世间说法度众到入灭，有12个小劫那么长的寿命啊、那应当是亲近的佛国了，寿命才长啊、12个小劫。
第五，说明这个佛入灭以后正法相法有多久啊？所以叫做正相九境啊。正法住是二十小节，相法亦住二十小节。佛入灭以后啊，正法住在世间度化众生啊，跟佛在世差不多相同，所以叫做正法。那么德国的人很多，信解行政都具备啊。那么这个时间有二十小节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的国土的分这个小节中节恐怕情况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啊。你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小节二十小节满了就交到坏节了啊，哪里还有相法呢？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小节很长啊。那么正法住是二十小节，相法也是一样的，住二十小节啊。那么这个都是同一个大劫里面的时间。第六，国境国土清净出现在清净的啊这个国土里啊，清净庄严的佛国，国土清净的文字就很长了，叙说他将来成佛的这个国土清净啊啊很庄严。国界严实，无诸畏恶，将来他成佛之后啊，他的国土的境界里很庄严，装饰的很庄严啊，没有肮脏的东西，胃不干净啊，恶有粗恶不好的啊。将来他成佛了，他的国土都是干净的、清净的、很好的、很细的，没有粗恶的情况，没有秽物的肮脏的东西啊。瓦砾荆棘这一句就说明这个秽恶啊。那么因为是清净的国土啊，没有破瓦片啊、小石子粒荆有刺的兽目，荆是有刺的啊，棘就是刺。那么这就是显示那个不净啊秽恶的一部分了啊。你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秽恶情况太多了啊，尤其现在到了这个科学时代啊，因为科学发明好多好多那些啊增加破坏环境的那种情况啊，例如这个环境的污染啦、空气污染啦、水遭到污染啦，那是很畏恶了啊。这是娑婆世界五浊世的情况。将来大劫是成佛，他的国土清净啊啊，没有这些污染，也没有便利不净，这都是啊物味的情况。便利啊，就是人有大小便利啊，有大小便就不干净了啊。将来他成佛了，他的国土像极乐世界了啊，那么众生啊没有这个不干净的排泄物啊，所以没有便利不净。那么这是说畏恶的情况是这样。那么既然没有了，没有这些肮脏东西，那么他的国土是如何啊？其土平正，他的国土很平很端正，没有高山，没有大小溪流啊。那么有溪流啊，都是很装饰的很庄严的啊。那么所以没有无有高下坑坎堆覆，他的国土这两句是说明这个平正的情况。高山下深谷幽谷啊，坑例如说无论有水没有水有深坑啊，坎啊往上爬的那个一阶一阶的坎啊，堆一堆一堆的土堆，覆小山啊。那么它的国土平整呢，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叫做无忧。大地不是泥巴的，不是像我们这些泥巴地哦，它的大地是琉璃为地呀、啊、琉璃青色宝啊、以琉璃为地，宝兽行列，国土里面呢有宝兽，就是众宝所成的，像极乐世界宝兽一行一行列成行，在路边在环境的周围啊。因为大地都平啊，路怎么分呢？用精神来分这个界道
啊、嗯，所以叫做黄金为损，一介盗车，啊、嗯，那么鹿啊，用这个黄金绳呢、啊、做戒，啊、嗯，鹿的两旁用黄金做的绳子，啊、嗯，装饰的很庄严，在这个鹿的戒的旁边，啊、嗯，两侧啊、嗯，装饰的非常好看。常常有天人散花供养，散珠宝花，周边清净，不用扫地耶。微风吹动啊，天上散下来的花猥亵了，风一吹就没了，都干干净净，然后又花又漏下来了。这散珠宝花，众宝所成的花啊、嗯，华就是花，周边国土都非常的清净庄严。齐国菩萨无量千亿，他的国土里面所度的菩萨众很多啊，无量无边，不是一个千亿两个千亿，是无量千亿，显示这个菩萨众之多。诸圣文中亦复无数，圣文也很多啊，因为他也三圣说法，也度很多圣文中，也是无量无边啊。无有魔事，虽有魔及魔名，皆复佛法，皆复佛法。他的国土里只有佛法，只有佛事，没有谋事，就是没有障碍，没有谋事的障碍啊。那么虽然他的国土里啊，那么他把自在天上可能也有魔啊，也有魔王的民众，但是这些魔与魔民啊，魔王的民众啊，他们不会妨碍佛法的，他们都是护法，皆护佛法。他的国土里纵然有魔王，有魔王的民众，但是这些魔王跟魔王民众啊，通通都是护法，啊、嗯，都是护持佛法的，不会妨碍佛法的。这里提出一个疑问，啊，你们好好去下凡功夫参究一下。既然是护法，为什么还要成为魔？既然是魔，为什么又不会扰乱佛法啊、嗯？好好去下凡功夫，我不替你做解答。既然是佛法，它是个护法，护法为什么叫成魔啊？既然是魔，为什么不会扰乱佛法，不会阻碍佛法，不会破坏佛法？既然不会破坏佛法，应当就是护法了。那么护法为什么称他叫做魔，而且还有魔王魔民，原因何在？原因在哪里啊？看经，看这个佛经里面有很多这类的问题呀、啊、嗯、啊、我不要一下子替你们说破了，你们就没有用功的机会，你们的脑筋啊就会生锈啊，哦，那老是听人家现成的，自己不用功啊，恐怕你们的脑筋生锈了，所以我留一点呢，让你去磨一磨，把你的锈磨掉啊，唔通会谁先哦，谁先发生？磨一磨看，嗯，就这两句话，你把它念熟，将来摩诃迦叶成佛了，他的国土里面呢，无有魔事，虽有魔及魔名，皆护佛法。没有魔事，为什么有魔？这个魔为什么？他既然护法，为什么叫做魔？啊，这个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子称呼？啊，下凡功夫啊，这是长文，后边句中，啊，重诵第五，重诵有五段啊，有五段的这个、配合前面长文呢、啊，五段的重诵。儿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长文说完了，佛用重诵再说一遍，一方面表示啊，摩诃迦叶受记的确定情况，一方面使大家再听一遍呢、啊，知道摩诃迦叶将来成佛的殊胜，大家对他升起这个敬仰之心。告诸比丘，我以佛言见世迦叶于未来世过无数劫，当得作佛，而于来世供养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
这三句连下来读，不要停啊，它没有标点，你看就知道啊，不要停。供养奉请300万亿诸佛世尊，连下来啊，为佛智慧进修方恨，供养最上两就二足尊仪，修习一切无上智慧，无上智慧以最后身得成为佛，这是诵行音，里面也包含德国，所以这是诵行音德国。六段里面这就两段一起诵。佛的比丘们就是指灵山会上的出家众的弟子们因为摩诃迦摄是比丘就是对比丘们讲，那么当然也包含四众弟子的天人也包含在里面佛说我用我的佛眼来观察这位摩诃迦摄将来之师再过无数劫很长的时间，可见那是300万亿佛的供养恭敬是约数论不是约恒论的，是因为有无数劫将来经过无数劫之后的修行才能成佛，应当就得到诸佛了，做佛就是成佛。到了未来时，他要供养奉请300万亿诸佛为了要求证到佛的智慧要进修梵恨清净的梵行就是按照佛所定下来的修行的规律如法去修戒定慧那么供养最上两足尊之后，就是时时供养恭敬以300万亿诸佛，修习一切无上智慧，佛果的智慧最为无上了，无上智慧就是佛的智慧，懂得一切法，成就一切种子，就是无上智慧。那么以最后身，最后功德圆满了，福慧两足了，成佛，得成为佛下面第二诵国土清净其土清净琉璃为地，先说它的清净情况，就是琉璃宝地，多处宝兽行列，道车精村借道。虽然是句中要把这个意思念出来，就要这样的念。它有好多宝兽列成行在路边周围多处宝兽行列一行一行列在路边反近边道侧道路的两边有精神戒道，这个念要懂得这个念法否则这个意思表达不出来。假如你按照那个四个字念那中间那一句就没有意思了。多州宝兽横列道侧，精神戒道，横列道侧什么就变成这个意思没有办法表达，就是多州宝兽行列一行一行列在两边在周围的环境里，道路之侧有精神戒道，意思就表达出来了。这三句也做两句念看起来是三句12个字，要把它分成两句来念，就是6个字一句。见者欢喜，在前面长文里面没有的这种的环境这么清净多好看到的人都生欢喜心，不会像现在我们到了台北这个迷头就皱起来了，看到就害怕了那个计程车走得比人还慢那么到处都是空气污染鼻子里面都是哦哦的那么很糟糕那将来大迦摄成佛，他的国土这么清净这么干净多好一看到生欢喜心尝出好香，国土里面经常有好的香味表达出来散发出来，善种名花经常散花供养，种种奇妙以为庄严，很奇奇奥妙的庄严他的国土，其地平整，大地都是平整的，无有修坑修小山也没有深坑，诸菩萨众不可称计很多菩萨其心调柔待大成神通，这些菩萨都很调和很柔佛，那么都有大神通，待就是即得到大神通，奉持诸佛大圣经典，菩萨都是修大圣法奉佛的大圣法而修行，诸圣闻众无漏后生好多这个大圣闻就是证到阿罗汉国，就是无漏的最后生，无漏没有烦恼，最后生证阿罗汉国
法王之子不可劝诫，亦不可讥，就是法王子就是佛菩萨，大菩萨啊，这个登地以上的大菩萨算不出那么多，不可亦不可计，没有办法计算了，多得很呢、啊。乃以天眼不能数之，如果用天眼通来看来算了，算不出来啊。第三就是诵佛咒，其佛当受十二小节，这个不必解释。第四诵正相，正法注释二十小节，相法译注二十小节，这也不用解释，跟长文一样啊，就是他的正法相法注释的时间都是一样那么长。第五总结，前面六段文四段子诵完了，这两句话是总结上文啊。光明世尊其事如是，重诵里面呢没有把佛的名号把它列出来，到了总结的时候啊才列出这个大家是将来成佛的名号，叫做光明世尊，就是光明如来啊。将来大家是成佛，光明佛，大光明佛成佛了，他的将来成佛的情况事实就是如此，跟前文所讲的是完全一样啊。那么这就说明啊，将来摩诃迦叶成佛的这个殊胜境界。摩诃迦叶听到这里必定是非常高兴啊，知道他将来成佛的殊胜啊。那么过去一向啊得少为足，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行了，他没有想到今天佛替他受记，将来成佛真是殊胜的啊，这个他没有想到的得未曾有啊。那么这是受大迦叶记说完，后边受三人记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口。